现在练习将每组的重音落在第一点，所以第一组是在数字一的时候下重音，一、二、三；第二组也是在第一点，一、二、三；第三组还是在第一点，一、二。连起来会是这样：一、二、三；一、二、三；一、二。连续的话，一、二、三；一、二、三；一、二；一、二、三；一、二、三；一、二；一、二、三；一、二、三；一、二；一、二、三；一、二、三；一、二。